你是否有书法天赋。第一，模仿能力。中国书法可能是全世界艺术中最强调模仿能力的艺术门类，你能迅速地深入一家或者一种风格，这就是天赋的特征之一。第二，效率的考评。达到同样的临摹创作水准，你相较于同等时间的学习者，花费更少的时间，你效率更高，这也是天赋的特征之一。第三，持续的热情。对于书法有持续的热情，这种热情并不是来自于外界荣誉、金钱的刺激或者环境压力，而是来自于